大家好，我是小秋石头，吃冰棒哦。我的还没开，你等一下。哎，石头别走，我的没开，它就这么走掉了。想吃吗？这狗非常爱吃甜食，超级喜欢吃冰棒。等一下，不能舔，我还没吃呢。超想吃，是不是？坐。我听到他吞口水的声音。等一下哦。等我吃一半再给你吃。你有耐心坐着吗？等我吃完一半就给你吃。趴下，躺下。哎呦。好听话，那奖励一下。坐。你吃的不会死吧？朋友们可以看石头，为了吃的已经丧失他的理智了。他刚刚叫他干嘛，他都能干嘛，非常搞笑。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边，石头超级喜欢吃冰棒。我操，吃到衣服上了。